Hello， 小朋友好，欢迎收看百变玩具屋。本期节目，我们的熊大为我们带来了一款，就是我们的启蒙积木玩具。现在，我们一起来和我们的熊大来拆开我们的这款启蒙三变积木。这是我们的超变机动队三种形态高射机关炮。现在我们来把我们的这款积木把它拆开。说明书上面的步骤来拼装我们的这一款积木。这是我们的积木组装好之后，我们来看下一步，在我们的这边放上一个长方形，这边放上一个黄色的卡槽，这是我们的黄色的零件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有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零件，把我们的像这样的零件全部固定在我们的这上面，把它反过来固定在上面。像这样组装好，现在把我们的这些零件把它固定在上面，就是我们的脚。
是我们的这一款斩击高射机关炮，把它组装完成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这一款高射机关炮启门积木玩具，就为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